主料，面粉510克，椰子粉100克，白糖20克，鸡蛋2个，辅料，食用油，食盐1克，肉松，奶高糖发酵粉8克，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到2小时。椰子粉准备好，把所有食材放入面包机中，选择武当开始工作。发酵完毕后取出整形，擀开面团铺上肉松，卷紧切断，做第二次松弛20分钟左右后刷上蛋液，烤箱180度预热5分钟后放入烤箱。出炉烹饪技巧，想烤出偏红一点色的面包，就多刷几次全蛋液，很松软，可以包出一层一层的，里面肉松也很香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